你心里还惦记着火星情报局是不？我早跟你说过，火星那么多优秀的喜剧人都在上面失过手啊，更何况火星三年没录了，现在局长也不在，你拿着盾牌也防不住有人喷你啊。而且听说现在有三个副局长，那竞争多激烈，薛之谦话那么腻，杨迪梗那么多，我说话你现在都接不住，你还接梗儿？到时候人家都说我老伴儿不好笑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你去火星，你去华莱士冠名的火星情报局第六季，人家是全鸡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我看你是不想好，你就在这个快乐星期五让我不快乐吧。你今天要是走了，就别回来了。返聘开会，工资翻倍，翻倍，翻倍。JK 已经出发，光速正常，遥感正常，请全体火星乘工立即出发。杨丽收到，立刻出发。奇怪了吧？不奇怪，火星情报局就要回来了，你看到什么都不应该感到奇怪。火星情报局来了！妈妈，开箱，我到底都准备了什么？希望可以博得一些现场女性的尖叫。大家好，我们在火星情报局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你还有个机位在房间里面？乖乖，你像我跟他同天生是吗？真的，一个。他们就欺负我。来拍一下这个，看这个，拍两下这个。我去，我最爱吃长啥样？好干啊！久了。我看不得猛男落泪。真的很大，三二一，走。我就隐隐约约的听他在骂我，不打篮球了，打人。走开吧，你这个人呢，走走。哎，真的很有压力啊。我之前跟小虎同公司，你也是棉花糖的，我没有，我是棒棒糖。OK OK， 你能不能不要再吃了？小心我一会儿爆你的料。有没有你欣赏的特工了？你们三个都还不错。我们还不错，还不如不问。来一个就来一个呗，然后因为 music 一起 DNA 一动，然后表情管理之类的。有些时候江延琪像那个迪哥走过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哇，这个画面，算了，就有这种感觉。而且呢，像那种中规中矩的，或者是不太好笑的这种故事，在火星是会被淘汰掉的，因为有些综艺节目是。也对对对，你如果搞太飞起来，会觉得你这个人太用力过猛。但是呢，火星就是要用力过猛，因为刻意发糖，那是工业糖才能刻意发，就是人和歌这件事情能不能合在一起火？谢谢大家。
怎么唱的？怎么唱？我在听音乐说他曾来过。哎，停一下啊！等一下，快点再来一下。好，来 ，three， 啊 two。同学，同学，像手鼓一样，你就打个翻你都没打到，自己协调一点好吧？好，那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唱，我帮他唱前面。哦。我在听新闻里面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怎么了？阿掉！怎么回事？中间请。一二三四。再高。接下来薛之谦来。之谦，薛老师。来，准备听鸡嗓子。呀呀啦嗦，那就是心脏。等一下。有毛病啊，这是女生的 key 啊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雪狐还有陆森。这有一个做到现在仿佛没来过的赵露思。赵露思都被蚊子咬了，说多久没动过了。其实我很少破防，但是在火星破防过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特别喜欢舒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。我在听新闻说他曾来过。哎，停一下啊。我就知道。哦，我是雪狐，以前是副局长，但是韩哥不在之后我就变特工了。哎呀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，然后穿到中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叫我，然后雪峰每次讲完以后跟他的名字一样冷得要死。你还没有别的比这个更无聊的故事吗？哦，我有一个又让我破防的故事。你们来讲笑话，其实我跟雪芙姐是来阐述的。其实我很少破防。那请坐吧，谢谢露丝。那么接下来讲完了 ，OK。但是在火星破防过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因为火星是我第一个接的工作。你在火星之前从来连任何工作都没做过？对，那是我签公司第一个工作。哇，哦，那很不容易哦。出道的，对。哎呦喂！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雪狐还有陆森。这有一个做到现在仿佛没来过的邵露丝。赵露思都被蚊子咬了，说多久没动过了。其实我很少破防，但是在火星破防过，是不是？对。啊。啊，我特别喜欢舒老师这个火星人来过。我在听新闻说他曾来过。哎，停一下啊。我就知道。我是雪狐，以前是副局长，但是韩哥不在之后我就变特工了。哎呀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片吐司让我超破防，然后穿到中期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叫我，然后雪狐每次讲完以后跟他的名字一样冷得要死。你还没有别的比这个更无聊的故事吗？我有一个又让我破防的故事。